呀，歌听到一半，哎、欸，真的是玩得很紧张，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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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紧张，没事，看到自己是狼，你要有事好吗？你，你要有事。哎、欸，我昨天我觉得我很乖了呀，你很强好吗？哪有？超强耶！我很乖啊，强死了！骗你强到都被怀疑当狼，骗！哎、欸，委屈吧！哎、欸，没有，那是他故意抹黑我，因为他自己就是狼哦。不是你发言就狼啊，嗯、被攻击就没办法、啊。我就很狼，讲话超狼，合理怀疑。嗯，真的啦，超狼的，是不是啊？物超超人。什么奇物？什么奇物？是他的星星的礼物啦！哦，换成什么奇物哈？有，叭叭叭叭叭，八点了，细条条，看看这个地图啊！哎呦，好像在哪看过耶，好怀念！就是歼灭工程在一亚，耶！怀旧玩一代啊，最怀旧的。嗯，我们字打错了，这边。二哎、欸，我们大家认识的地图、欸，你只会打二，对对对，行，哈记特制地图，用歼灭二的系统玩歼灭一的地图，嗯、哇哦，感觉会很特别哦。然后还记得有那个经验喷泉，对，有，对，那现在经验喷泉是用生怪砖代替，所以那生怪砖不要打掉，你可以赌，那打掉就没了，没问题。好然后家里哈记说那个家里怎么挖就都不会自动回复吗？嗯、对，都不会回复。所以一开始就可以挖一二九个铁砖呢。哦哦，对对耶，对耶，好赚啊！先看一下是不是双方都是铁砖，以示公平、欸。对，要先看一下哦。如果对方是金砖人啊，对，有铁砖呢，都是两金砖人啊，一个做装备，然后一个做镐啊，一个进攻，一个防守。对，为了要用烽火台，对，嘿，赚了，还蛮赚的，不错不错不错。那这个就来 play 看看咯，好，不晓得会如何。各自选职业，选职业，先来分队，先来分队，先分队，先分。随机分队，随机分队，对，我们是绿绿的，很中立，刚刚好，好，对啊，还是四女，可能是下去了，下去了，下去了，哎呀，我先矿工哦，你要先矿工，我要去当矿工。哇！都矿工，矿工，好，我要玩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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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所以还是可以拆他们家吗？刚刚我没听。可以，对，都可以，但是一样是生游戏哦。对，就是二代系统，二代系统可以，他没有那个回复了，都可以拆。嗯，我是矿工。某地图，哎，对哈。什么东西？那个啊，歼灭一有那个东西啊。哦。小心被恶作剧哦。某个东西的掉落物，嗯，甜不甜的那个东西哦，啊，就嘿嘿，你看到农田上面有东西，你就不要乱踩了嘿。啊，对哦，啊，剪刀会死掉。嗯，对啊，也是前面二的系统。能不能用那个来防守啊？你要拿得到哎，你要拿得到，因为它片就拿不到了。除非你用丝绸稿，它会清掉吗？西瓜也会，西瓜会死掉啊！会西瓜跟西瓜片都会死啊！会死掉，但是会清掉吗？你是用叠尸体的吗？对，慢慢叠回去啊！对，没有，它拿到身上就会清掉啊！啊，可惜，倒计水去喷出。那你要去敷？我知道用水流。哦，水流也可以啊，先打掉之后流过去。对。西瓜防御战，用漏斗，可是漏斗要接很多才接回去。对啊，我觉得用水流比较实际一点吧。哦，哼，什么职业是这样？
哦，是我，好，我想说是我没声音吗？有，你有，有。好，两个突袭，一个守护，两个矿工，一个刺客。哇，我先去里面挖铁砖啊。好，可以这样啊。先挖铁砖，先挖铁砖。哦，要做装备自己去捡。捡。自己捡。自己捡。想捡东西呀、啊？这有办法留到家里面去吗？是啊，那要不要做一个水桶？感觉需要哎、欸。他们也是一样想法哎、欸。这木头会回来吗？你说把机关拿回去守护吗？我觉得木头会打光啊。哎、欸，对啊。哎、欸，不会。不会吗？木桶是不会啦。不会。哎、欸，谢谢。我先挖黄金哦。好、啊。这个是什么？你们还要铁吗？我这边还铁砖还有，还是我先做装备？不要经过前面。可以先做装备，抱歉。鱼，你要水桶吗？我现在开始弄吗？是可以啊，我是可以来玩啊。我来看看啊。我做了一个水桶，我慢慢玩哈。两个水桶给你用。哇哇哇！水桶在哪里？门口还有一个水桶，不好意思。好，我看看它。那一点点。那我需要一些可以阻挡它水流的东西。我挖一点鹅卵石好了。阻挡水流的东西。OK， 嗯，然后我需要先升级我的稿子。突然换了见面衣，不知道自己现在要干嘛。真的，真的，新地图很不习惯。突然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了。对啊，完全就觉得啊，我现在要做什么事情？我在哪里？我是谁？这里是哪里？是因为我以前都在矿坑度过，不然要出门了完全不知道做什么。这里这样子，这样。中午了。嘿。西瓜去吧。留到家里面去吧。这个现在没办法用，是不是？对，因为它那个没有传送系统，一定要用盘。好吧。哦哟，好危险哦，好危险哦！地雷哦，小心地雷哦！小心地雷哦，小心地雷哦！哎，可是那个地雷等一下就会不见了哎。五分钟会消失哦。对哈。对耶，啊，也没办法，它这里有机缘。我先吸个经验。哦哟。啊，他有机耶，他没办法留下去。哇哇，啊整哎、欸，那你丢在路上好了啦。可以。他好像机耶没有全部。防雷机制。有，可以留进去。可以。可是这个要怎么？哦，你流过头了，过头了。以前红石有这么慢吗？啊！站太近了！哎呀，中太挤了！啊，我等级超高，我19等了，20等了。你怎么这么高？我去吸对面的经验。啊！为什么西瓜种子有事啊？把西瓜系列都有事，是不是？对呀、啊，全部都有事。黑曜石可以防家，我黑曜石，黑曜石，哪里有黑曜石？上啊，那个什么，哎、欸，那个什么中介箱，挖掉这边黑曜石，如果不是副手的话，哎、欸，对耶，那就把它挖掉啦。好，我拿铁镐。
不要拿钻镐吧？哎、欸，铁镐啊，铁镐没有你，因为你直接把它敲爆，它会坏掉，那还是会喷那个。那对面呢？他们已经打掉了吧？他们看一下，不知道关起来了没？哎、欸，里面防守员注意哦，西瓜要进去了、哦。有，我站在第二层，我不敢下去了。是没有人看到我，没有要理我哎。你要从另外一面，好像从另外一面，直接站在他们的经验前面。哎呦，他掉下去了。哎、欸，有人记得去水池把经验吸掉、哦。有，我刚洗了一波，我刚洗了一波。好暴动！关键二十六等了，那这里水会清掉哈、哦。等一下就可以附魔了、啊。那个附近英雄会死掉。哎、欸，小坑叫我们加水池啊！他跑回去了是？哎、欸，他叫我们加水池啊！好。要不要先弄铁装出来吧？我这边还有剩铁，还有19个。等一下。嗯。我要挖金矿啊！帮我救一下。妈，谁在打我？我可以来喽，好，我先上去吗？打架，他在经验区旁边，经验池旁边，经验池旁边。我先退啊。他上去，他上去，他上去了，上去了。在二塔，在塔那边，在前哨塔那边。我会金矿到吗？好，我回 ready 了。我先回去弄装备。哎呦！这里，走走。笑一笑。他的土怎么才一层呢、啊？偷工减料啊！这土偷工减料啊！没有，那个是年代久远的、啊嗯。年代久远了，不是年代久。快点，装起来！好了，我需要经验。经验我把它用到矿坑里面去了。哦、oh. ，去矿坑，去矿坑。哦，有一个反向用矿坑可以哦。这里。好。来来来，走，我还躲着，把它弄进来，我现在28等，快可以富裕了。OK。好了，这样矿坑就有经验值了。你超快就可以富裕。哎、欸，有人去我们家咯，隐形的哦。好，现在没有办法。往经验，往经验。啊、他们，哎、欸，我们都堵向另外一边了。上面。我们已经在里面了。对，他们堵向里面应该还。哪里？这里，进到旁边了，旁边是哪里？那个城堡后面，珠宝后面。后面，好，可以。团团也来了。哦，我看到。对不对？上面应该是上面。团团绕铁矿上哦。里面有西瓜。哎，那个有在叠。然后另外一边。哦。看到屋顶，有在叠。哎，云后面。我只有花花。我只有花花可以打人。巧克力遭受天谴！哎、欸，他在二楼，太二楼！他摔得下去了。二楼附魔台，他挖掉铁针了。打到了，哈基。打他！哇！挖铁针。尴尬，铁针。对，铁针跟附魔台，那个刚那条路要先挖。附魔台是还在。
杰森不在了。我去挖红石哦。西瓜不见了。还在吧？被吸走了。啊。不是不是，刚刚家里的应该五分钟时间到了，家里的是五分钟，刚刚还在。刚刚有人收天谴。可是不是巧克力，刚巧克力招天谴的时候那个还。哦，要塞一个工作台。开始了，正式开始。我要家里了。都要。我这里可以赋予装备啊，要赋什么？要赋什么？嘿。那个 法师在家里哦，我记得。我法师在家里。那个，那个天眼冰的，天眼冰的那些效果。那些铁钉这里。哦，先给我一把弓箭哦。这里有些红石，有些红石，后面后面后面。我都没有骑士是不是？嗯。到处都是吧。前见面真的好多死角，真的。哎呦，哎呀，有人招天谴了。嗯，啊，自己招天谴啊。可附魔台是二楼，如果他们真的要拆的话，很难防。嗯，附魔台没有书柜啊。对啊。一开始的是要自己生的，啊！哇哦！我到了，我到了，我到了，我到了！我把他们的附魔台拆走了。可以可以，他拆我们铁钟，我们拆他们附魔塔。不是，你知道拆完之后，就是我跟着附魔台，然后掉到中间，然后我们在旁边补，完全没有人看到我，超好笑。掉到那个叫什么？发光的那个上面超好笑的，有没经验留下来啊？堵塞了吗？在矿坑，在矿坑，在矿坑，他留去矿坑。没有啊，矿坑就是没有啊，没有流出来吗？没有啊，假的是吗？没有流出来吗？没有啊。啊，你往回流，你去矿坑往回一下。没有，看到没有？小雨吸到经验了。我没有，我没有吸到。不然上面没有流出来。哦，要走到我这边很近才有。对啊。他这边没有留下来吗 ？No， 怎么会？可是他没有卡在上面呢、欸，因为只有一点点呢、欸。噔噔，噔噔，嗯，奇怪了，不知道，应该是会留下来吧。所以书柜用换还是用重的？我书柜已经换好了。哦，你还用重啊？哎、欸，两格高会不会隐形？不会，好，应该不会。这样子会留下来吗？哦，烽火台，对啊，我刚才在想说那个烽火台到底是要拆掉还是？你、放那宝石在烽火台里面会不会有效果？有，可是已经拆掉了。嗯哼哼，啊靠！因为以前我们就用这个方法、放挖掘加速啊，然后狂挖。嗯，真的。进去的时候偷偷放。这里，这里。嗯。你还缺多少？五个高子。啊。可以给我一点青金石吗？青金石有。谢谢。对啊。家里有箱子吗？没有，家里没有。没有。现在没有。很浓。要去挖木头。这个要让人家没办法从上面，就要没有二楼、嗯，不要有二楼，不要有二楼，不要二楼，哦、跟披风一样。可是不要二楼就没办法附魔了。附魔你就把附魔要拆掉，可是我们要有钻石，因为附魔只能在上面。哎、欸，做就
你不是拿附魔台吗？对吧？拿原本拿他的附魔台来。哦，不是啊，因为他书柜只能在上面啊。嗯，哦，书柜不能放别的地方吗？他是二代，他是召唤出来的吧？他的书柜是二代系统啊，二代是用买的、欸。哦，所以你是刚自己叠的，是不是？应该是吧。二代系统是用买的吧？如果是用，我不知道是谁买的、啊。如果是用叠的，那刚是用买的、啊，对不对？我买的啊。对啊，哦、对啊，那就可以啊，那就可以换。找个其他地方把它藏起来吧。小玉给你把墙壁那可以把它叠在下面这一块吗？必要吗？不是啊，这也很好顾啊。真的也是哈，就把它叠在核心的下面。叠核心下面啊，正下方。反正它旁边是鸡眼。他只能从正面来。对啊，要啊，要我就去把上面的敲下。可以啊，可以啊，敲吧敲。这好酷啊！荧光鼠标。嗯。第三，为什么？荧光粉可以干嘛？是有还是原本荧光石有什么效果？那个啊，酿造啊。这个酿造跟让。对方晚上很难看不到。哦，这样可以。哦，为什么我有一把冲击弓？那个给你的。哦，好。我放在正下方。有人。谁从我头上走过？是谁？那、我把二楼，我去把二楼拆掉。嗯。看纪念品跟谁买啊？法师这边在那个城堡里。哦、YT 断掉，繁星 YT 断掉，有吗？哎、欸，有人这么说？没有，全断。哇，全断。哦哇，那你讲错了，他繁星是全断了，是吧？错了，资讯错误哦。嗯，丢。你讲错了。哇，上床上船铃哎、欸，上船铃。对啊，完全传不上去啊。你是用那个网页去那个吗？分成两个地方直播吗？什么网页两个地方直播？就是那个这样子啊。哦，那你那边要不要干脆直接换一个药金药？嗯，你把那边金药刷一下吧。对，网页那边的金药刷一下。我好久没看到网页哦。如果网页，我记得它是不是也可以换国家？啊，换伺服器。我很久没换了，糟了。隐形哦。要开天眼吗？好好好好好。